综艺大姐大张小燕及费玉清的炎亚纶17号一同为慈善摄影展活动站台，其中炎亚纶为了做公益，更是大胆挑战装扮成花美男。干嘛？我事先真的都不知道要做这个装扮，那我就刚刚讲的，真的我其实我自己平常受到比较多的称赞是美，我自己也很困惑啊。不过也许这个从我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气质。马甲好穿吗？马甲非常的好穿，一点都不紧。对，然后做这样其实是一个挑战，然后我觉得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挑战，是我蛮乐意去做的。所以如果将来还有更多的挑战，是有这样的意义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上面，因为多督促自己要去多做这件事情。扮成花美男的炎亚纶也广受大家好评，而日前因忙拍摄偶像剧及商演不断，炎亚纶自曝身体出现状况，也进医院做了全身检查。其实，应该大致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，只是有一些可能气喘开始复发，是这一类的，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。那还可以拍第二届了，还可以拍第二届，还撑得到那时候啊。炎亚纶回应身体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，而偶像剧还在继续拍摄中，炎亚纶除了拼事业，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了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